咱们手机。房子，上班挤工作，下班挤回家，屋里姐妹花，永远不分家。我们还住一起啊？以前是你们保护我，就把房子给了。现在换我保护你们。抽到几号纸条，就按照上面的要求做，敢不敢玩啊？来就来，有什么不敢的？画胡子当一天男人，谁出的馊主意啊？倒霉了。小葵姐，不许耍赖哦！来吧，宝贝儿，让你舔一把做男人的快乐。波姐，我们会下手轻一点的。啊！真乃仙人也。啊！我不活了。让我穿 JK 制服在公司走一圈，没搞错吧？没有。看个苍天饶过谁？谁怕谁？走着。你抽什么？对电梯里第一个穿男人表白？别说了，大姐不喜欢男人。为什么呀？听说大姐之前愿赌服输，这也太刺激了吧！我要录下来。默默，我回来了。还得？到几点了？迟到就要罚款？糟了糟了，又迟到了！新来的迟到了，等着被骂吧。丸子，你怎么不多睡会儿？这是我给你准备早餐。喏、什么？好饿，丸子，请你吃零食。小葵，公司禁止吃零食，你不知道吗？不让吃零食，那喝奶茶总可以了吧？哇塞，太棒了吧！这个月的数据报表怎么那么差？上次开会的内容大家都忘记了吗？颜色都好好看，要选哪个呢？新来的你死定了，莫总最讨厌开会时玩手机了。大家都拿出手机，选一款最适合丸子的颜色。莫总，这算了。所有新款的颜色都送到丸子房间。哇，莫姐，耶，终于下班了。谁先留下来加班？这不是你的工作吗？别废话，在这儿干就得听我的。我都不知道公司什么时候小丽你当家了。没有没有，新来的不懂事，我帮你管教他呢。这么不懂规矩，明天不用了。听到没，实习生，还不快滚！我说的是你，莫总。丸子，走，我们去吃大餐。啊、吃火锅去了。你们什么关系？干嘛要告诉你？穿越者身份已确认。接下来有三个富婆姐姐是什么体验？唉，又要吃土了。丸子，微信里先让我看看。干嘛呀？等着，得给你凑个整。这是，打开看看。哇，七倍姐，使劲花，就得给我省钱。小葵姐，我可以吃这个吗？这个吗？嗯。要不要再来点别的？啊？不用，我够了。走，结账去。丸子，今天约会怎么样？哎，莫姐，别提了。站住！世界男人千千万，你要不爽，来就换。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哇，好帅啊！给你新提的车，出去兜风吧。谢谢莫姐，丸子开心哦。我第一个到家。先藏起来，看看大家回来做什么。嘿嘿嘿，不一定是要糖和玫瑰。小葵，丸子，哎，家里没人，那我就。今天先在房间干嘛？我怎么这么好看？哇，居然偷穿自己裙子，拍下来，拍下来。哈哈，你怎么着？我那就有人来了，快躲起来。干嘛？七北，丸子，太好了，没有人。累死我了。西北的面霜果然没白用，这么小汗都这么香了，我再去用一点。小葵，我说我的面霜怎么那么臭到家了吗？西北，你吗？莫姐回来了。
家里没人，进来吧。宝莲，墨姐做事就是爽快。少废话，我还有东西呢。丸子的身世还有穿越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墨姐要干嘛？完了，丸子，你谁在那里？不让我去迪士尼玩，看我怎么整你们！小葵姐，面粉好了，来啦。想当我吧？你干嘛？我还要去参加青春美女的面试呢。啊，我错了。坤老师好，我是你。面粉妆容，够新颖，出道吧！丸子真的太给力了，这是我新买的苹果手机，送你啊！什么？七贝姐，喝可乐。完了，你懂事吗？错！完了，你没疯吧？哎呀，美女，我好困，叫我喂狗。等一下，这边。住啊！我呀，好酸呐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觉得我的味觉好像恢复了。啊！这次我们到新开的楼盘去买楼了。丸子牛啊！这个也行，墨姐，方案做好了。王总，看一下，这就是公司的方案。丸子，太过分了！墨姐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哎呀，人才呀！现在最赚钱的就是养殖业。什么？咱们这次的合作，我再追加两倍的投资，不，五倍。又来？就乱定了啊！厉害啊，丸子！我，丸子，你可是咱家的大功臣。来来，好吃都给你吃。时间不早了。我要去迪士尼，遵命，精灵小公主。终于做好了，都什么时候来的玩？你给我，全都下滑多少了？墨姐，你干嘛？我花好长时间设计的。不看书，整天玩这些破布，能考出好成绩啊？墨姐，有话好好说。丸子想做设计师，也好好学习，考个好大学比什么都重要。我都是为你好，想不负责任干什么吃的？不信就给我走人。丸子，你别怪墨姐，她太忙了。丸子，你也是，什么时候还搞这些？你们都不懂。哼，我回来了。过来，干嘛都板着张脸？这两天在楼下等你的男生是谁啊？欧辰啊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。还撒谎，你是不是早恋了？谁早恋了？我们是普通朋友。这个人穿着流流气，我玩怎么会想他？可能是误会吧。误会？普通朋友会在520送巧克力啊？你居然偷看我日记！我这是在关心你，早恋多一下学习啊，跟这种人当然会学坏。什么学坏？你没有他懂我吗？好了好了，快给墨姐道歉啊！咱以后不跟他联系了。我没错，凭什么我道歉？以后我亲自开车送你，放学直接回家，哪也不许去。你太过分了，我要离家出走。哎，丸子，别管他，肯定又去楼下便利店了。喂，你说什么？